Hello， 我係 Jenn。Hello， 我係 Tawnia。我哋係 Woke Up Like This 嘅 Founders。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我哋開會必備嘅 Life Bag。首先第一樣咧，當然唔少得有我哋開會成日都會用到嘅 iPad， 但係 confidential 嘅，所以唔會俾你睇入面有啲咩嘅。跟住咧就有我哋自己獨家整嘅 lip dab， 亦都係 Tawnia 好中意嘅。呢個就我嘅 favorite color， look good nude 啦 ，dab 幾 dab， 自然又靚。我哋每日都會帶嘅嘢就係 a handful of honesty， 就好似一個 relationship 咁，我哋一定要對大家坦誠，先可以走更加遠嘅路噶嘛。最重要呢就是 a few drops of confidence，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。 我們一開始都遇到很多難關，但我們跟自己說不用怕，我們一定可以的，最後我們就成功創了業。還有一副很強勁的黑超去遮擋負能量，還要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加多的愛動力，還要宣揚 self love。 這個就是我們的 life bag 了。